间。哦，所以你是小猫？对，我是小猫。家里养十班的？对，是我。在加入三年之后，对，是他的爸爸。就是也蛮多东西要学，然后有就是经历过蛮多场，就是庙会，就是他们的那种团结，真的很团结，就是会让我有点感动。哎，小猫。刚刚还有一个问题还没问，就是还没有回家帮忙的时候，之前都是在做些什么？做长场，做车长。哦，啊，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就是突然会想要说，回去帮宝宝？就刚好有一次过年，因为过年员工都会来回去，就是放假，然后可是因为家里养。然后后来就是忙完过年那个时间的时候，就觉得爸爸妈妈好像也老了，就是应该回去帮忙。牺牲奉献，对，不要再打了。